同学呢，听说是自己本身就是卡西欧自拍神器的爱用者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非常重度爱好者。重度吗？所以从很久以前就拥有了这个自拍神器 TR 系列。我有 TR150、TR15、TR60，然后又抢先体验到了 TR70。天哪！掌声鼓励！你们要翻译给场官听。他是真正的重度爱用者，所以这一次呢，也非常幸运可以抢先体验卡西欧的 EXTR70。有什么感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因为有使用过以前的经验，所以就会发现说，使用 TR70 的时候，发现它真的拍起来特别的粉嫩，尤其是没有化妆的时候，却感觉好像擦了腮红一样，所以拍起来就非常的漂亮。后面有几张比较的照片，有，就是这边也有一张，就是用 TR60 跟70在同一个背景下，就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的粉嫩。你好认真，你还做比较的功课。对，我用同一个背景，而且设定模式都是一样的，可是拍出来的效果很明显，70是粉嫩。所以它其实可以，因为我们女生很在乎，就是除了那个痘痘啊，或者是黑眼圈看不见之外，有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有那种很像有补过身体一样那种粉嫩的好气色，让人家觉得好像沉浸在那个恋爱的幸福感当中。TR70就可以轻松的做到这一点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功能非常想要试验，就是动态美颜。听说你为大家有示范了一段动态美颜的影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过去常常自己拍影片的时候，我都拍好几次，调角度、调灯光，然后补妆等等的，就常常一直拍，一直重复拍。可是当我拍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拍一次就 OK， 因为肤质太粉嫩太好。对，就是我刚在录影在动态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很自然的让大家看起来我们的气色是很好。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或者是工作很忙碌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一点点的疲惫的样子出现。是，可是你在用这个录影分享，我拿到它的时候觉得它的外观特别的美，它的原石造型还有像宝石切割，就让它感觉很优雅，好像我走到哪它都是我的时尚配件。真的就是，而且你知道一拿起来就吓一跳，想说哎，怎么变那么轻薄，虽然很薄，可是它那个3寸的那个1斤大荧幕啊，就是可以让你的整个照片看起来更加的明艳动人。那当然啦，你储存这么多影片，这么多，用 TR60 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功能，即拍即传。那70也保持了这个即拍即传。那因为我常常需要分享照片，不管是给粉丝朋友或者是给我的家人，所以这个功能对我来说真是一大福音。所以呢，就是除了这些好照片要跟大家分享之外，的自动传输功能呢，同样也保有在我们的 TR70 里面。所以可以想见，荣勋你真的体验 TR70 非常的认真哎，非常认真的在研究新功能。但是你只有先体验，还没有入手，对不对？还没有，但我一定要入手。是是，你已经想要买了，好可怕！因为今天呢就正式上市。可是呢，好不好？先赶快在心里许个愿望，说你想要这个卡西欧的 EXTR70 的话。